冲绳，冲绳呢有很多很多很棒的音乐，像日本的就是很有名的歌手，像安室奈美惠也是冲绳出来的。因为呢，冲绳有霉菌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冲绳的文化就比较特别，所以呢，音乐也是有很多不同的音乐都在这里。今天呢，我要带大家一起去了解冲绳的音乐，走。里面。